照顾就是者还有长者按各自的需求呢持续的投入职场工作。看来呀，除了高汇率之外呢，上海人又多了一个理由月底打工了。至于台新的经济安排到底有多具体呢，根据新加坡政府的宣布，第一，弹性的地点，员工可要求在办公室以外的任何工作。如果呢，你处在不影响总工时以及工作量的情况之下，选择不同的工作时间。第三，则是弹性的工作量，员工可选择不同的工作量并获得相应的薪酬。那这项呢，只适用于公务员分配分摊工作。I can draw your weirdest ideas。消息一出来啊，不少有大部分的人就在社交媒体狂踩我们的人力资源部长沈志强了。哈，就是意思就是。部长，您看看，您看看，你看隔壁最新的政策，四天内部长四天。沈志强当然明白大家心声，他也在艾特平台回应大家，他说其实嘛，马来西亚的法律本来也影响弹性工作的选择，而且三等奖励根据1955年雇佣法令呢，员工是可以向我们的老板申请更改工作时间、工作的天数、工作地点的。而你的老板呢，如果你提出申请，他必须在六十天内对员工提出要求，进行解雇。如果老板是拒绝的话，那老板就必须给出跟你们说的立即拒绝。所以说到最后呢，部长就说，你不要问我，因为一切的决定权在你老板的手中。大家记住，所以部长一招太极，我把球踢到老板。八八人民团结党创始人左色土利去世，享年80岁。农政部长把米说，未满足先决条件，内阁一决终止批征租赁计划。雪州洪水泛滥，双溪网络近400人被疏散。应该谨慎，如今毛泛滥，冰雪结构，当您微博不上涨。Hari itu, I accident kat Pak Cinti Lot. You tahu lah kan, Pak Cinti Lot seram. Pasal hantu, sempit. Tapi, aku tahu siapa nak call. Sahabat I lah, Perodua, jaga protect lah. Hai Perodua, jangan sisi dan lampu kereta saya tercabut. Macam mana ya? Jangan perempuan, ya kami cover you. Berapa ya saya kena bayar? Kita perlu bayar poin, semuanya percuma, kami cover you. Semuanya mudah dengan Perodua Total Protect Plus.
东部的城市爱因，更是录得254毫米的雨量，是阿联酋自1949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单日最大降雨量。那大家都知道哈，迪拜天气炎热干燥，几乎很少下雨，大部分时候都是艳阳天，所以当地的基础设施几乎没有设计来应对这种极端气候，很多地区和道路都缺乏排水系统，导致洪水一来立刻严重泛滥大淹水，人口城市根本无法承受那么高的降雨量。目前呢还无法估算天气的暴雨所带来的损失，必须等大水退去之后仔细评估才能得出结果。那话说回来啊，属于热带沙漠性气候的迪拜阿联酋为什么会突然天出异象，下起这个极端的这个暴雨，甚至还一下就下了一整年的雨量呢？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气候学家奥托就表示，巴斯特迪拜的这种致密且具有破坏性的降雨，很可能是由于人为气候变迁而变得更加严重。全球暖化很可能在这个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好的，我们先暂时休息一下。尽管新闻呢报道铺天盖地，早前也传出中缅联手打击缅北的犯罪集团，但大马一名被骗到缅甸的元老级住宅透露，黑客园区不但没有没落，势力还在不断扩大。而且呢，他们那个园区有关的犯罪集团与时并进，引进了新型的诈骗手法，骗了不少人。回头告诉你最新的诈骗消息。